你懂吗？今天我们要聊登山，大家应该都常常听到说登山前要做万全的准备。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登山，比如说目的不同、路线不同、天气不同、天数不同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准备跟调整。我先聊一下我自己本身好了。我的上一座山应该是去唐麻丹山，然后那是古关七小的焦山。你会觉得就是啊，那么近，就连我家后花园。可是其实焦山也有潜在的一些危险，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对焦山有一些错误的认知。那我们就是会在后面的观念中会带到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进入我所准备的实践登山新手必须知道的事情。第一点，自己的装备自己准备自己背，然后自己要做好行前的体能训练。因为登山活动不像平地运动来的这么方便，你得自己想办法上去，然后得自己想办法下来，上下山的移动都是靠你自己的双脚，你自己不前进就真的不会前进。对，不像爆胎，你可以打电话叫爸爸来接哦，没有，你要自己下来，所以你就要把你自己照顾好，自己有任何的不适，你就得自己提出来，不然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蛔虫也不知道你身体不舒服，蛔虫也不知道你可能高山症开始有一点点。别再说蛔虫的事。第二点，无痕山林它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议题，那为什么它会这么被一再的被翻出来呢？就是因为有些人，不管是有心的也好，无心的也好，就是还是会把不该留在山上的东西留在那边，不是属于这座山的东西就不该留下来。排泄物的卫生用品、食物的包装袋或者是器材等等的，有些伤害你看不到，但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当你上山，你可能需要刷牙，很多人就会说你不要用牙膏，因为高山的环境是很脆弱，可能用一些清洁用品的时候，它就会去破坏土壤。那你看不到那个被破坏的样子，每个人都会当过白痴。如果你是真的好，没有人跟你讲，你完全不知道，然后发生这件事情，那我就觉得哦，好吧，那就是你不知道。可是如果说你真的看了这支影片，那轮轮都这样子讲的，那你还去犯这个错，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应该。如果说你不想要对环境造成一些伤害，你想刷牙，你可以用盐巴刷，或者呢，你可以缩短天数，比如说我可以忍受三天不洗澡。那你就不要走到七天，那你可以忍受三十天不洗澡，那你就走三十天。如果你真的没有接受不洗澡这件事情，你就不要上山。你可以看伦伦的影片啊之类的，然后也可以体会到登山的美好。第三点，登山礼仪呢，它其实是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。所谓的登山礼仪呢，比如说让道，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可能就会碰到让道的问题。那让道真的也没有说一定是谁要让谁先走，要很灵活的去看当下的条件，比如说地形或者是体能状况，还有就是比如说头灯的使用、山屋的礼仪，就是山屋通常都会比较早熄灯，那熄灯后你们就是要保持很安静的状态，因为大家的起灯时间不太一样。接下来是比如说猫铲的使用，你上山如果必须得便便的话，对，那你可能带一下猫铲，就是把它挖一下。这就是我觉得登山礼仪的部分，也是大家可以去斟酌，然后去重视它。第四点，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你每个人都要当漏 GPS，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，因为你要知道说自己今天走的这个行程，它的路线大概是长什么样子。不管是简单的、复杂的山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准备着，至少在你的手机放着。然后你也得知道说，离线地图要怎么使用，要确实哦。离线地图它的意思是你开飞行模式的状况下，它还可以做使用。所以你这个必须得在上山前，你要先把你的那个地图的方格，你要去的那边的经纬度，这个区域先下载下来，你的 GPS 才可以抓。其实现在手机呢都有内建指北针，因为你要学会报坐标，你在发生状况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怎么让搜救人员最快的找到你。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自备离线地图，然后确实的会使用它，然后知道如何报坐标。第五点，衣服一定是遵循着洋葱式的穿法，选择吸湿排汗的衣服，因为登
山其实它的气候变化非常大，那如果你没有选择西式排汗的衣服，其实你很容易湿温，就是你如果是穿棉质的，你的衣服整个是湿的状况下，天气可能变冷了，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寒冷。那外套呢，其实找一个防水保暖的外套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花，因为登山外套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技能，比如说防水的系数或者是它的通风效果。它的价钱有点高，但是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很值得。接下来呢，还有就是好穿的鞋子，其实别人觉得好穿的你不一定觉得好穿，那我个人就是大家还是会问我说我常常穿的是哪一双，或者是我真的被询问到破表的有一双橘色的鞋子，大家有印象吗？好，那双鞋子是 Merrell 的，我其实个人蛮喜欢穿 Merrell 的鞋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你自己的行动补给跟水，然后接下来是你如果入夜的话，不小心入夜，对，因为可能有些人是觉得我今天我不会入夜啊，但你下山时间如果是那种压在可能5点，那就是很有可能会入夜的状况下，灯一定要带着。装备这一些东西呢，我在之前的移动山那一集有讲过蛮详细的部分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一集的装备。第六点，装备的轻量化一直都是我非常重视的课题。如果你有印象，我们去奇莱南华的时候，因为那是你第一座百岳，那你是有印象说，我说你到底装备几公斤、几公克？你好像每一次登山都问我这个问题。其实你有做适当的轻量化，你走起来真的会比较舒服，除非你的距离是真的走得很长。那你可能就会背到比较重装，你还是要知道就是自己大概要带哪些东西，不要带过多或者是不必要的东西。让你保命的东西，它可能不是每一次都会用到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不要觉得说我这次没有用到，我下次就觉得它是多余的。保命的东西没有多余，你再多几次登山以后，你大概就会知道自己的背负能力大概落在哪里。如果说你还不知道的话呢，我建议就是自身体重1/3就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背负重量。第七点，登山它其实是非常吃体能跟天气的一个活动，环境团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不要遗弃队友，就算他真的走比较慢好，你还是要陪伴着他。其实爬山是很安静很安静的一个环境，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，你会有产生你看不到的焦虑感，它会在心里，然后那种不安感焦虑感其实会很快的去拖垮他的体能，或者是去严重的影响到他的判断。如果说你是脚程比较慢的，也不要轻易说出口说哎，你们先走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比较有机会出的一些 trouble 啦。这个东西也很重要，就是你走不到既定的时间表，那就代表你的体能上可能有一些问题，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发生。因为你已经，比如说我中午12点我要走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下午2点才到，对，那个时间已经 delay， 所以走不到既定的时间表，可能就要做一些适时的调整。比较体力爆棚的人，可能就会觉得说啊，现在还很早，那我们多走麦克山。改变行程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举动，然后在申请上也是不合乎规定的。因为其实礁山呢，它的海拔落差也可以到很大，像我们去那个唐麻丹山，它的海拔落差就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其实走起来也是非常的累。但有些礁山呢，它的岔路很多，所以也很容易遇到迷路的状况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礁山就一定比百岳简单了，没有。第八点，如果你真的不幸迷路了，那你首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下来，保持冷静，看一下周边环境有没有危险物，因为你一慌张，你可能很容易失去方向感，你乱走，你可能就又走到不知道哪里去。对，像我这种方向感这么差的人，我就是非常的自知之明，所以只要我觉得这个路径有一点点不对，我就会停下来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有更像、更该走的路径。大家如果迷路呢，记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往上走，其实可能往棱线走，因为棱线比较容易有讯号，然后有讯号的话就记得赶快打12，或者是打给你的留守人报你的坐标位置。那如果你真的有很幸运的也联系到他们，保持在原地不要动，就是好好的等待救援，你要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来找到你。既然保持原地不要动呢，就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保暖，不吃不喝不会死得这么快，可是如果你一失温，你很快就拜拜了，
你在原地等待救援的时候，自己的自身保暖一定要做好。以上就是登山真的不幸迷路了，大家都要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。第九点，下山比上山难。如果没有登山的人，应该会觉得反了吧？我后面真的是登山过几次经验以后，我就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的中肯，因为你上山嘛，其实已经消耗大部分的体能，但是下山呢，目标想到啊，我忘记照顾小孩，突然顿时懂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回家的自驾非常的累。如果说你们这一车可能只有你会开车，我真心建议你们可能下山以后先做一个休息，然后再出发，因为山区通常比较遥远，然后比较蜿蜒，所以在开车的过程中其实是蛮危险的，最好是有人一起轮手。第十点，大家一定都会觉得说，爬山这件事情不太容易，然后又要找一个速度差不多，或者是能够分工合作的伙伴不容易。那我在网络上有听人家分享过，伙伴不是遇见才出发，而是出发才遇见。这句话我真的觉得深植我心。对，因为我一开始运动也是一个人啦，跑着跑着认识一群人，认识这一群人以后，因为大家都有基础的体能，所以其实我们在爬山的过程中，我们的体能上的磨合跟默契是非常快就可以建立起来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十点，你觉得最有感触是哪一点？我现在最困难、最困扰我的是那个离线地图，就是我不太会用。好，那就是在认真练习，好好的得学习。那不知道大家对于以上的十点有没有一些些的感觉，或者是有一些疑问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然后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追踪我的 IG 跟 FB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